好，是什么人好？是对中华民国的台湾人好，不是对咱好。我讲这有证据无？有。实际上，什么叫台湾人？美国一直玩他们的英文的语言的模糊政策。来，咱来讲看卖啊。什么叫台湾人？英语安怎讲？Taiwanese, no. 在政治上，他说 the people on Taiwan. 我们家很主席有两位博士。The people on Taiwan 什么意思？住在台湾 的人。The people of Taiwan. 本土台湾人。普通人尤其学者，你看英文，未去看遐详细啦。啊，实际上美国的政策就是，你甲咱骗咱台湾人。台湾关系法刚开始的时候，伊讲台湾人 the people on Taiwan， 所以台湾关系法其实是伫保护伫台湾的中国人。是马英九，就是中国人，但是住在台湾。至于咱本土台湾人，叫做 the people of Taiwan， 所以伫台湾关系法十五条，伊在咧讲啥呢？伊用台湾 authority， 台湾的管理当局，拄啊开始是用 the people on Taiwan， 即卖因为台湾民政府甲搞了出现以后，伊即卖十五条开始改变啥？将来政权要交给 the people of Taiwan， 有奇怪无？你所以这学者呐，无伫读英语吼，你卖叫是讲学者去留美，哦，啊，着英语怎啦？无几个老的啦，我甲你讲，有真侪人这边，迄个美国的前任的最高法院。司法部的最高检察总署的副检察总长来咱台湾，在各州演讲的时候，我就说来这留美的举手，他们没半个，普通是留美的很多，留Australia有没有也很多，到那天怕我叫他起来做欢迎，没半个要起来，我说怎么是怎样，你在美国你读书都读假，真的读假的，台湾人会晓看英语，会晓做学问，但是拢袂晓讲，袂晓听。所以，他拄仔你讲的这個、the people on Taiwan 甲 the people of Taiwan， 这是政治上啊，美国伫甲咱捉弄。台湾关系法内底以前是用 the people on Taiwan， 但是即马第十五条，伊开始解释，伊解释讲 the people 政权以后要交给 the people of Taiwan， 就是本土台湾人，本土台湾人，台湾民政府啊。台湾民政府这五字为对来，为渐渐发来。洪占领地区的老百姓，由你洪占领，军事统治，军事统治，军事政府，在这个所在作威作福，你去给伊管的时候，你会觉得很不满。所以这些老百姓主人在国际法里面，主人伊冇一个权利。就是讲，你军事政府真讨厌原来的政府，就是原来咱的政府，咱原来的政府是啥？日本政府，伊讨厌，伊甲伊战争，伊输啊。但是台湾这个所在，伊老百姓有权利组织 civil government， 就是民间那个民事政府，有权利组织平民政府。台湾人过去拢唔知啦，因为台湾人。一开始的时候，在1945年8月15日投降，日本天皇宣布投降以后，中国人入来台湾，一声就跟你讲，回到祖国的怀抱。你想，这块土地在1895年已经根据《马关条约》挂给日本天皇，已经给别人啊。你敢想讲，恁家若卖掉，恁阿公甲卖掉，换你的时候，你会当甲讲，迄无尊崇。又跋筊输的，所以还阁还我，
敢袂使哩？就是你跋筊输的，你嘛袂当甲讨倒转来，就简单的理论嘛。台湾这块土地，清朝已经挂好日本天皇，你怎么可以要回来？不可能嘛！所以中国过去点了一讲，台湾是中国神圣不可分割的一部分。你别惊啊，现在完全胡说八道了。所以你看，1966年，中国两粒飞弹，讲向台湾，迄当李登辉有甲台讲吼，迄是空包弹，有啊。李登辉哪会知空包弹？当然，迄是美国甲讲的，无唔对。但是实际上，伊要拍飞弹以前，中国就先甲美国讲啊，讲啥？我先甲你讲哦，我怕这是空包弹哦。伊若用实弹甲拍吼，我讲会引起战争，也叫做侵略。啊，若侵略的时候，美国迄两架航空母舰哦，绝对甲伊反击的。所以伊惊航空母舰反击，伊先甲讲，我甲你讲，我靠拍空包弹，迄无害啊，迄无代志啊。啊、所以李登辉知影，所以李登辉落尾啊，伊是讲什么中国什么人，什么啊做什么啊叫将军泄密啦，什么哈、啊，可信度一半而已啦。台湾民政府成立以后，这是叫战争法成立的，所以你甲看，为2000，咱台湾民政党是成立的，你知无？2008年2月2号成立的时候，咱有马上向全世界194个国家 announce。就是讲，甲宣布，我台湾民政府已经成立吧。日本的外交部马上写一张批，当然伊批内底，伊不爱甲你讲，我正式承认。但是伊批内底伊写台湾民政府，美国的司法部嘛写一张批，用司法部写台湾民政府，而且代表啥？承认。以外交上来讲，这个就是承认，因为我们还没有得到政权，所以他不会公开给你承认。但事实上，他已经承认台湾民政府，所以台湾民政府现在到今日为止，好端端的在这个所在的上课，而咱未去受到任何的干扰。理由很简单，希拉蕊两年前在这个十月底的时候，在这个海南岛讲，台湾这个所在是完全按照国际法所成立的，你中华民国未当共产党，所以大家有真侪人，你未感觉讲奇怪啊？这个林志升应该向国民党来关啊，就对了。啊，上无嘛要清查，敢唔免？你想敢唔免？那以前呐？啊，即摆有个人讲，啊，是民主 ？No， 这甲民主拢无关系，是因为咱是照国际法，本地人出来组织台湾民政府，甲美国讲，所以美国以不得已，我用不得已这句话，他一定要保护你。啊，互咱上课，但是咱2002年十月二是告美国，甲2009年4月7日告赢，甲8月7日。国务院放弃抗辩权，10月7日，美国的最高法院宣布讲，这个案休庭的，尽管要交予你台湾民政府，但是你叫台湾人来接，安有欢喜无？现在，你找无台湾人啊？你没有台湾人会当去接，你台湾几多？在迄个时阵啊。2009年找不到台湾人，含我都不是台湾人，是哪讲？我的证件摕到拢是中华民国啊！在迄个时阵，我摕出来护照是中华民国啊！我怎么会是台湾人？美国讲你哪里是台湾人？我嘿，有影就对嘞。伊证件要行李，但你无台湾人是免来接这个证件，这是是安怎？我们从2011年1月14、15、16开始训练，咱这人，当时伫2012年开始，美国甲咱通知讲，你要赶快组织台湾民政府，
跟参议院通过公民权利法案，按照公民权利法案，那个法案我们写了，我们也给美国看，叫打回来三次才通过呢。然后按照公民权利法案，让人申请台湾民政府台湾人的身份证，是这样来的呢。啊，结果我们开始申请的时候，哇，外面一些人就跟你说，都跟你吐槽，那假啦，那份不可用啦，那是在那个秘书长他们的楼下印刷厂印的啦。你不能笑，你现在感觉会好笑，对不对？但那个时候真的有人相信呢。啊，老板，我跟那个我们的中心说，我什么人说的？来受训的中心，就国民党有派来在里面。你不能看国民党啊，国安宫啦，共产党啊，他们也照常有人拿中华民国的钱来在我们里面上课呢。但美国跟我们说一句话，跟接受，让所有的人都可以来上课。他上课的时候，他利用上课，就制造谣言，那假的啦，不能去请啦。啊，实际上我们那份感觉，那份身份证，台生身份证给大家看一下，这份身份证现在有很多人去日本、去美国，都已经得到证书。甚至我们去年九月派人去美国开会的时候，有34个人分作12个团，分作两个团，美国、美国有一个时间，因为时间差不多没有了，美国的海关给我们礼遇，因为我们有这一张。有的人拿这张去关岛，去关岛的时候用这张照常入去关岛。来，你看那个关岛那张入境给大家看，这不是说我们三个黑白说，这个入去关岛那个移民署，这 Customs Officer 海关给他们了。你说这个假的还是真的？有很多人去美国不用用护照，用这份身份证。台湾人有很多事情都没有办法想象，因为我们69年是生活在被愚弄、被欺骗的世界，课本写的都中计。咱建书，咱有讲过这？我问你嘞。咱第二次世界大战，咱打败对不对？咱打赢还是打输？打败嘛，咱都打胜。打胜仗呢，是因中华民国啊，中华民国坦白讲，嘛不是叫做打胜仗，伊是战败的战胜国，去予咱个拍到四川去啊。日本人拍到四川去，用要消灭去啊！是美国那两粒原子弹救到因啊！啊，整个局势反转，啊，中国人都足够臭屁的，啊，不是伊的功劳啊啦！我跟你讲，哪讲美国卖惨，今日无中华民国，无中国啊啦！老早迄阵日本甲消灭去啊，迄阵所有台湾人无定拢派去伫中国去做官，那么是日本人啊！因为1945年4月1号，日本天皇宣布明治宪法在台湾实施，台湾人跟日本人完全地位同款，权利同款，可以参加选举，可以做兵长，都一模一样。但是世间多变化，那当时日本天皇因为美国那两粒原子弹一天死40万人，日本天皇说哇，这样不行了，如果没投降，全日本都会消灭去。啊，他就不知道日本，那个美国只有那两粒而已，啊，就投降了。啊，如果没那当中，美国要打台湾，要打日本以前，根本就不敢入来台湾。他跳过台湾去琉球打，同样是1945年的四月初一，两千几只的战舰拍十几天才拍下来，那场哦，战争是有史以来非常激烈，琉球人死足多。那当阵台湾甲琉球是叫做合起来，叫做第十方面军呐、
尤其要全面以前，迄、那个守军，迄个将军拍一个电报，哦，这个叫做，迄个安藤利吉，就是迄个最后迄个咩中毒，伊讲哦，再见了，我们不投降。安尼，所有的人拢总是。往这种的吼，那日本人，所以美国人看日本人足惊，啊，连带说美国人看到台湾人煞往来惊咧。但咱台湾人吼，愈来愈无志气，好在中国文化影响的结果，已经志气拢无去啊。当然，日本天主时是无胆，我讲无胆是因啊，死去甲解剖吼，胆拢无去啊，因为战书嘛。所以日本这个社会现主席也不太一样，所以有当我想讲吼，我以前我做囡仔的时阵，对日本的电影足爱看，因为咱拢无受到美国登陆台湾来台湾屠杀无迄个代志，咱未惊迄当阵。但是因为1945年8月15日日本天皇宣布投降，美军无入来，特别讲吼，要怎样请美国人入来？美国人来入来，台湾人会死一挂，因为台湾人迄当想要甲伊战。日本迄当阵调东迄、那个东关东军啊，两师入来台湾。你甲想看卖啊吼？当战输以后，日本人要撤退，照道理日本人唔免撤退，即是伊土地，伊奈就撤退。伊去规定讲，日本人甲伊当炸1000块转去，所有物件拢爱留伫台湾。所以今日好嘢连战啊，因老爸就是接收大员，迄、那个南京西路2号开始，一片就是即马遐百货公司啊，拢因兜个，啊无因做三代的公务人员，那我讲即马富可敌国，实在讲吼。台湾人真正足无志气，同时台湾人哦，嘛拢会忘记啦。我头来遮咧教咱个潘副主席，迄个潘议长咧讲，讲台湾人足无路用个。你毋相信？我若讲这個，你绝对不爱信。台湾人若看到钱就倒，你要相信无？你要相无？钱乎你，你就倒，你都无咧管一切啦。叫你莫选举，你讲啊，你若无选，就去予国民党调了了的。其实予国民党调，甲民进党调，对一个无共。我昨有甲恁讲过啊，中国国民党甲中华民国民进党是一模一样呢。你甲看民进党路边啊选无调，拢安那拢走去中国，各国拢个。所以即摆予中国人看破骹手，你台湾真正坚持讲台湾要独立，台湾要建国，有几个人？所以中国现在怕的是怎么怕什么？怕我们一个叫做台湾民政府，我们是照法律来，我们不要说独立，因为我们没法独立，因为我们这个土地是日本天皇的，所以我们不能独立、啊、我们不能独立，我们要怎么？其实在1950年在联合国要签那个旧金山和平条约以前，联合国就有一个秘密会议，我的文章里面有那秘密会议，我也有拿到迄当阵，杜勒斯和其他国家参详的结果，伊讲吼，吼、哦、日本啊，甲台湾夹起来，要求足强的，唔通好夹起来。所以呢，伊将旧金山和平条约将台湾人的管理权为日本政府甲提掉，伊要予咱台湾人家己管咱家己。但是家己管家己以后，台湾这块土地要跟日本政府变成 Commonwealth 邦联，叫做邦联或者是联邦啦。因为邦联跟联邦哦，即马来啊，英语拢差不多啊啦，啊内底意思嘛差不多啦。所以台湾那阵看日本变成邦联，这是真好的主意啊。因为台湾人即马受中国人的教育以后，拢不爱皇冠。你不爱皇冠嘛对啦，但是问题，你有法度管理家己无？
你来看，中华民国现主席的制度里底，所有的部长70%-80%拢是中国人，你袂感觉吗？台湾人占85%呢？啊，那为什么85%的人，啊，那中国人伫政府官员里底拢70%-80%部长吼，差不多拢是中国人，从以前到今拢共。当然，较饭桶，讲一个例予你听。咱迄当阵，伫外国开始设办事处，我想讲，咱来找一个吼，做代表、做大使，去美国，去别个国家，找无人呢？你要信无？真正找无人呢？啊，找到的吼，虽然是流美啦，讲的英语拢不得不切。外国人若坐落甲伊对谈的时阵吼，伊家己讲的英语，伊家己听无。讲实话，确实嘞，咱伊讲咱美国人来遮演讲，安尼当心足侪吼，讲要问问题，有差不多几半，知影伊伫讲英语啦，但是美国人讲他在说什么？啊，这都要我甲翻译嘞。我听伊的台湾人的英语，我听有。但美国人听的美迄个英语听无，迄文化拢乌白道，所以你当想会出来，台湾人变作无人才去，毋是无人才，国民党挑故意无爱甲你培养。你来看这边鼎新的代志，诶，咱食九年的，迄个垃圾呢？迄、那個、油啊！你敢知影？即现主席台湾即个斗争员，迄、那個、感情有偌济人？即、這个感情，我会当甲你讲，99%拢是油的关系，都是油的关系。还有迄个动物伫用的油，还有迄个工业用的油，什么精炼，都变做人会使食。诶，我较想都想无咧。啊，为越南进的工业油，甲检查的结果讲内底有假的 DNA， 只要有假的 DNA， 因越南人听讲最爱食假的，啊，食假食食的吼，遐个物件，遐个垃圾的物件去提炼油，所以中国根本就免怕台湾，用这毒油给你吃就好啊。台大医院的院长。甲国泰病院副董诶，甲我熟悉。当然，伊讲这话，伊讲没有证据，但是伊做一个院长，伊非常怀疑台湾人感染这多，拢是因为食内底油。所以恁等于恁家己用的油，唔通去贪上啊！啊，但是讲贪上嘛，无理呢。贵的嘛，得甲你掺呢。啊，你唔知道要食啥才好呢？上好是回到以前吼，我记阮妈妈以前细汉的时候，拢猪油家己煮啦。啊，煮安尼你也无变嘛。所有的油拢未食，外口的油拢未食咧。看起来敢那足清的，内底有问题。所以我讲，迄个鼎新吼，迄头家吼，啊。啊！若咱台湾民政府执政以后，迄个人绝对要甲枪毙，头死，头咱台湾人未死共款啦。当然，我即马这是题外话，咱即马咧讲法律。咱台湾无建娘建叔，所以台湾不会有光复节。咱即几年直个抢，直个，这个中华民国。来挑战，所以中华民国伊即马开始为国小三年开始，没有讲所谓的光复节。十月二五，即马拢无咧庆祝啊，恁未注意嘛？因为即马台湾人全部拢知影，根本都建书哪有光复节，骗鬼。所以含课本内底，伊光复节甲提掉去啊。啊，若无光复节，规个历史全部改写。
对不对？不讲哦，这咱都不是中国人啊嘛，安尼够不清楚吗？啊，无中国人，咱不是中国人，啊嘛，这个所有的台湾人拢不是中国人的时阵，咱历史根本改写。你中华民国爱离开嘛？你是占领嘛？会够人占领占一世人诶？你不是甲我租呢？照道理来讲，中华民国伫咱台湾用的所谓港口军事基地，爱付租金。欸、你我听，我甲你讲这个话吼，你无人听，你讲怪怪的吼。是安那讲怪怪？你想看卖啊？美国夏威夷、夏威夷是美国的第50州，夏威夷的收入第一名是什么物件？观光，对不对？是不是观光嘛？夏威夷有很漂亮的，对不对？平均温度22°C，对不对？所以它的收入应该是观光嘛。每一天飞机都有几十万人都来观光嘛，它的收入观光只有占30%，50%是什么？美国政府付给夏威夷的租金，啊，租什么东西？租它的港口，租它的机场。你感觉很奇怪，是怎样？夏威夷是美国的土地，啊，如果美军来用，啊，就要再付租金，全世界都同样。日本的基地租给军队，军队每一年要付租金。普天间基地一年付租金61亿日币。台湾这个军队，中华民国军队用咱的港口，用咱的机场，拢无付租金。啊，但伊无付租金的原因是啥？因为伊是占领，所以他不付租金。咱过去拢唔知影，伊拢用教育甲你骗啊。什么国民应付的义务啦，什么纳税是国民，拢总是完全从头到尾拢去骗啊，骗骗骗。啊，台湾人戆牛啊！你讲台湾人戆牛，台湾人足爱做代志，啊，足爱趁钱去甲交税金的，你要相信无？你不相信？你有机会你坐计程车看卖啊？很多是中昼超过12点啊，迄司机坐落去，带菜叫路，啊！你讲哎，司机也歹势哦，我要坐你的车呢，啊，要到，我要来什么所在？我甲你保证100%，迄、那个司机会甲饭店的头家讲，头家啊，我小坑的哈，我载人去，我随等来过来吃。美国人就无同款咯，美国人时间一日到，你讲要甲坐车，伊讲稍等呢，我现在在休息。我1点以后才营业。白白人，咱台湾人、美国人，迄价值观差遮侪。台湾人有机会趁钱，拢要去趁钱。但你要趁钱，永远嘛袂好个。是安那？你做偌济，甲你扣偌济，你是变哪好个？会好个拢是啊，爱卖迄款油啦。啊，是讲迄个无良心的啦，叫我都好呀。所以台湾整个社会的价值观，拢无共款的呀。所以我当想想啊，感觉讲台湾民众的责任，即种的时阵，要彻底改变我们的教育。讲足简单啊，做很难啊。像咱即马台湾民众，咱即马训练，当然4000名咱也未训练到啦，因为要过五关嘛。恁初级班都爱高级班，高级班了都爱两个点招，啊了一个职前训练，啊才完成。我们只有2000多人，要个欠千几个。同时，我们要改变台湾人的经济、的思想甲观念。你台湾人，咱即种的时阵，你咪想看卖啊？咱免买武器，咱免做兵，一般的税金咱免缴，缴一个地方税，安尼尔。
那袂好呀，会好呀。咱的薪水，雄雄，我相信会跳三倍以上。啊，工作的时间严格限制，一礼拜上济上济，做五工做四工就好。强迫政府，强迫你爱休困。迄款的观念，很主席的台湾人没有这种观念，无。啊，免啊形成这个观念，就是咱逐个人，迄、那个新台湾论你一定爱读。你新台湾论你读，我毋是讲你甲伊推销册啦。11月1号礼拜六下午2点，你会当参加咱个滚秀考试。什么叫滚秀？滚秀的等于小县长，全台湾分做50个郡，日本时代就有这个郡啊。等于是你这个郡差不多有50万人，你要自己治理，唔免选举。台湾人若还袂讲做到有一天，台湾人袂去买你的票，迄当然才有真正的所谓的民主。你不相信，我问给您听。您在座，我有跟您问过嘛吼？我在座，你拢选举的时阵，拢唔捌，一摆都唔捌，互人甲你招待，互人甲你请，互你红包。你若真正有做到这点的，你举手。您是有还是无啦？有啊无？啊，无会举手，无会啦吼，无会举手。恁家己看，一半以上的。所以，迄款的选举哪有叫民主？那这张票，你这张票，会当用钱甲你买，会当用米索粉甲你换，还是用几，请你去游览，这都无叫民主啊。你若同款这个代，你去美国去试看卖啊，甲美国人讲，选举吼。啊，我提偌济吼，啊，你转给啥物人？你若无迄个美国人当当面，甲你骂个臭头，我随在哩。迄就是价值观啊！中国人即摆台湾就是拢安尼啊，都改变去啊。所以我讲台湾的问题足严重啦，你拢唔知啦，真的很严重。所以就是想啊，咱逐个人，让人家上课。你想换你，我相信今日课会足晏的，甲银行车10点、10点半。啊，我希望讲每一个讲师直接讲的，你应该做一个笔记。相信到明仔载3点半以后，你所有的思想让改变。过来就是高级班，讲的是更加深入去啊。高级班要上啥？就上这块土地。所有权状的所有权人是谁？为什么？所以这个范例，台湾的范例啊，咱现在所追求的不是台湾独立，咱所追求的是台湾的国际地位正常化，正常就好啊，让我台湾能正常就好。咱现在是不正常嘛，咱跟美国说你华正常就好啊，很简单嘛，对不对？咱要做一个正常的人嘛，啊，正常的国家嘛。拼到今日，咱为2000年过美国到这么8年，虽然看起来是没有很大的进步，但实际上美国人的眼中感觉说台湾民政府有很大的进步，只不过台湾人渐渐拢会知影，尤其。咱的旅行证件也开始发落去，中华民国必然离开台湾。我今日上课到这，明仔再继续，多谢。